这是一场看似老掉牙的诈骗案。我另外一个 FB 上的很正面的朋友是一个混是互为好友，所以于是我就相信了这个好友的请求，就开始说他平常工作之外他会做一些投资。亲友集资600万，一度获利破千万，最后惨赔1300万。那我们第一次提款，我们会需要缴交15%的保证金。那客服给我的答复说，我们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，一定是你的密码记错了。我们解密的方式是，你要把你现在里面的钱存上17%。我就惊觉我真的是遇到诈骗了。另一位男士案例，被害是他的母亲，被歹徒化身的假代书骗走独居房产2400万。政府一直在强调说，打诈国家队的，其实政府这边的所出的力真的是几乎是没有，有点助长那个诈骗集团的作为。被骗金额立刻用虚拟货币洗出境，但跟其他案例不同的是，两位受害者非常积极报案。目前我们的卡关就是基层的原因，就是说你这个境外都没有办法帮忙，或者是说它是个混币。警察刚开始说钱追不回来，他们不甘心，跟国际反诈骗组织联系，以专门追查虚拟货币软体，发现钱被洗了至少5-6次，每条线都是制造的断点。它中间有个扇形扇出去的，这就是他们为了要那个躲避追查的期限。比如说100万，他今天如果是分10个钱包让你过好这一场。而且虚拟货币公司愿意先扣住钱，他们一度满怀希望将荣登全国第一件成功追回钱的诈骗案，但案件到地检署，因为首脑在海外没有起诉对象，无法开扣押裁定给货币公司，最后钱还是无法汇回来。政府不救，民众自救，还是一场空。警察会告诉我说大水库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听到大水库就死了，就没解了，因为你水库放在那边，你怎么知道是第三方一边还是真的是受害者的？今天的科技已经见识到，你可以追查地上的一个毛发。结果呢，我们的台湾的那个检察官法官有点像是包公一样，说：“哦，这个毛发我没办法证明这个是谁是谁。”钱追不回来，因为不知道骗人的是谁，是真人还是数位幕后的假人？真人又如何操控假人呢？今天的平台已经很聪明了，他看你的 IP， 看你的 MAC 位置，也看你注册的手机号。当你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，他只能当作你是一个新创造的用户，但他没办法分辨你是不是假的。一张 SIM 卡理论上制造一个身份，但平台无法辨识这身份的真伪。抓到这漏洞，有人就可以造人。平时装粉、按赞、抖内不断加一。在这种直播空间呢，喊说帮忙按赞、分享、加一是很常听到的直播术语。不过，如果你不花钱买广告，社群平台也不会白白送给你人气。因此，很多人是买观看人数。只是这个人可能是真人，也可能是数位假人。这些数位假人有时充人气，有时骗金钱，最严重带风向、洗舆论、制造混乱，这就是认知战。2022年乌俄战争期间，谣言满天飞，最大假消息是总统跑了。Добрый вечер。Кожні два дні з'являється інформація, що я кудись втік з України, з Києва, з офісу. Ось бачите, я знаходжусь тут, на місці. Андрій Борисович тут. А ніхто нікуди не втік. Зеленський 亲自打脸是假消息，但假消息从哪来？开战不到一个月，2022年3月，乌克兰国安局破获境内以养账号狂发简讯的亲俄组织。养账号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猫池。台湾也有养猫人士吗？2023年，台湾电信警察攻坚民宅，起初这一台方形机器就是猫池。
嫌犯利用猫池广发钓鱼简讯，假冒国营单位。猫池专业名称 DMT， 一台最多可以插32张 SIM 卡，原本是用来做电话劫匪，诈骗集团用来狂发简讯骗人。警察机关在查缉的时候，往往进去只查到设备，没有碰到犯嫌在里面。但空有猫池设备也无法发简讯，关键是得有好几张 SIM 卡。2023年8月，台湾警方破获已经被并购的台湾之星，腐烂售出24000个门号给企业社，规避卖给个人户得严审资格的漏洞。这一些门号看似被卖到中国，也可能插入猫池发简讯骗人。因为猫池它算是收发简讯认证，另外一种则是类似养鸡场，它会有上百只、上千只手机，它是写一个程式，让这个手机不断的就去滑，不断的去按赞内容，让它看起来越来越可信，让它去做体操，在关键时刻，你要求他们去特定的文章底下留言。万恶源自SIM卡变出的千万个身份，不止诈骗，更在敏感时危害国安。因为数位时代决战关键，不只是全世界正面的70亿人口，更是71颗人头复制出无限大的网军。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社群都会要求你绑定手机号，来增加你办假账号的门槛。可是现在有许多的公司，它表面上向电信业者去申请上千张的 SIM 卡，实际上就是拿来注册人头账号用。这诈骗集团跟水军他们都是用同一批账号，只是说他们的用途不同。我创造出一个身份之后，我想要用它诈骗就用它诈骗，我想要用它带风向就用它带风向。2023年台湾举办的亚洲防诈高峰会上，行政院打诈国家队政委罗秉成、刑事局副局长黄仁聪出席，主办的防诈软体 Husco 公司说出人民心声。Governments ne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, to protect their customers.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.Husco 调查指出，60%台湾民众每周就遇到一次诈骗讯息，讯息来源34%是社群媒体，54%是电话，56%来自简讯。看来非主流的通讯方式简讯却大大发挥乱枪打鸟的功能。参与论坛的国际反诈组织 GASA 指出，诈骗讯息瞬间万变，各国应该成立反诈专门法院。It is a very good idea that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cybercrime court, where scams are a big part, because cybercrime is difficult. It's different from other crimes, and you need a court which understands the technology. 希望成立一个诈欺的专门法院，我觉得是一个潮流，应该可以这么做。我看很多国家有毒品法院、酒驾法院。流利英文能力的陈玉凤是专门反诈检察官，在这一场论坛中受访指出，台湾应该参考美国查缉诈骗，不再坚持抓到人才算破案，要把重点放在追钱，断了诈骗集团生路。像美国其实就民事介入的手段，他们叫做民事没收。那我们目前国内倒是比较欠缺这样的机制。我的想法是说，就是说整个架构是可以朝比较即时性，然后非刑事化。因为大家知道，你一旦刑事化就很麻烦，证据要很多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些诈骗其实就是要抢这个时间，所以现在我非常强力的要求他们，只要有个资外泄的嫌疑，你相关的主管机关一发现，就要立刻跟他说，不要再等什么调查终结了。等你调查终结的时候，人家的钱可能都已经被骗走了。在法规或者是说在一些行政流程上，必须要变得更有弹性，更加符合趋势，才能够相对的去杜绝一部分这样子的情形。2024，再赢一次。2024年总统大选过后，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发布台湾大选认知操作数据，发现2023年台湾网络世界4500万则社群互动，高达73万则是被操作的，影响超过300万人的认知，而这些认知讯息就是透过14000多个账号操作散发。当数目所及，真假难辨，各种操弄认知的诈骗，不只是骗钱，更要骗走你的思想。